谢谢。帅哥，去你家还是我家？我家，去我家，我要回家。也行，你家我家都一样。哎，你说你这酒量太差了。我酒量怎么差了？哎呀，回家了。你谁呀？这我家你谁呀？瞧我这费的半天劲儿把你弄回来。啊，原来你不是一个人住啊。哎，不是我说您大姐，瞧您这扮相，男人怎么可能不出去玩啊？这不是我男人，愿意干嘛干嘛去呗。啊，我就说嘛，这帅哥这么帅，眼光也不至于这么另类。那你是他姐还是他妈？我是他奶奶。奶奶，你听。你要闭嘴。既然我们差着辈儿呢，那我就多说两句啊。这大冬天啊，露着肚脐容易拉稀。我愿意。那行，那我就不送你了，外面暖和。啊。哎呦，小心脚。手。奶奶。哎呀，我的好奶奶呀！哎，奶奶我难受，我难受，奶奶，哎呦奶奶，哎，哎呦奶奶，奶奶你瞧这个，哎 ，A B 天蝎，我可都集齐四大血型了，马上就能召唤神龙了，哎。我跟你说，我见了神龙，我不要什么裤衩子。我跟那神龙说，我说龙哥，怎么着，瞧不起我们离过婚的男人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们照样有市场，照样有人要，我们抢手着呢。罗畅，把我这儿当旅店是吧？你要真想开房，你跟那姑娘呀，去街上满大街的快捷酒店。哎，你干嘛非领这儿来膈应我呀？哎呀，我想想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哎，大爷，别弄我！大爷，别生气！你生什么气？你生什么气？人姑娘说的没毛病，你就是欠捯饬，是不是？你瞧瞧你这毛衣，都发黄了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你这真……哎呀，你烦人！哎，你别推。人，推什么人？犯规！你这鞋真赢了！哎，都开胶了，怎么也掉毛？你怎么哪儿都掉毛啊？我就是掉毛，掉毛，掉毛，怎么了？我鞋开胶怎么？哎，罗畅，你是不是早看我不顺眼了呀？啊？哎，没有啊，这可真没。我就是想告诉你。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是有男朋友的人了。你想想，你男朋友见着你这样，怎么着？你得好好捯饬捯饬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第一我穿成这样我高兴，第二我没有男朋友。出去！哎哎，妈！哎啊，走了！哎，不能公开，是吧？哥们儿懂。哎，放心，哥们儿绝不会跟你外面说去的啊，放心吧。哎。还有一点，我可得提醒你啊，就您那袜子，下次可真不能往包里搁了。就你们那定情信物，真太变态。你这衣服真不行。那够了，我出去。哎，干嘛？谁衣服好看，你找谁去。哎，天蝎 AB 是。我不去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吃醋了，哎，吃醋了，是不是吃醋了？要不然就是嫉妒了。哎，没事，大爷，我跟你说啊，人不就比你年轻漂亮点吗？真没事啊，他也有变老变丑那一天，这就叫长江。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了沙滩上。我就是嫉妒了，凭什么呀？哦，他把你玩够了，灌醉了，把你送回来，两手一甩就走了。哎，我捡这么个烂摊子，
路上我求求你，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呀？我现在生活已经很乱很乱，你能不能对我稍微的公平一点啊？想喝酒是吧？来，老娘陪你喝，让你喝个够。我今儿真是有点心里不舒服。大爷，咱离婚三年了，这三年咱各过各的，生活没进展，事业没起色，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？你图什么我不知道，我想干什么我很清楚。我今天辞职了，再明确一点说，我被他们开除了。明面上说我是什么，接私活，但背地里他们怎么说我真的很清楚，说我是掩耳盗铃，自己的婚礼办成那样，拿别人的婚礼霍霍，说我办婚礼就是为了心理治疗，说我这是用厌恶性疗法来治疗自己的创伤。说闲话的人那么多，你句句都往心里听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就是有病。不就是一工作吗？丢了咱再找啊，有什么的呀？就算是找不着，我养你一辈子，谢谢你啊，真的特别谢谢你。可能对你来说这就是个工作，对我来说呢，这是我生活的全部。我今年32岁了，32。对女人来说多可怕呀！我离过婚，我以后也不会结婚的。这些年，别人花钱，我攒钱；别人挣钱，我挣命。我为什么呀？我就是想告诉他们，我离过婚，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，一个不靠男人养活的女人，照样可以活得很好。不是大爷，你难道真就打算这么一个人过一辈子？不行吗？咱俩结过婚啊，对不对？可事实证明，我们结婚后的日子并不美好啊。我们俩本来就不是一个轨道上的，所以很难在一起生活。那就分开啊，我们各过各的多好啊！我觉得一个人生活特别好。大爷，是不是真给你添了好多堵啊？
烂。哎，嗯，我什么人啊你？打人？打死你我！哎，走吧走吧。就是。